Yo，what up？ 欢迎回来我们的 vlog， 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天。因为其实我们和兄妹两个呢，就有想过有很多的特别计划。那这一次呢，终于在我们特别计划里面呢，踏出了第一步。Yes， 跟文化有关的东西。对，因为我们觉得很多的老店啊，很多的文化都不应该被遗忘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我们想说，是应该可以做一点什么。所以最后我们就想了一些。很不错的点子，然后在机缘巧合之下呢，我们就跟 Taylor 学生刚好有一个合作啊，就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我们就找到了这一间老店。他是和做了很多年的一个裁缝师傅啦，很厉害，手工非常的好。对，我们今天就去带你们去看看这一间宝藏店铺。因为这个计划还有点临时啊，所以我们就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呢去。想要去做到这一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就随便带了几件我们自己设计自家品牌的衣服，来看看我们这位大师可以怎么样搞。所以他的店呢，其实在启雄街里面，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隐秘的地方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不懂的话，你真的不觉得里面会有一间裁缝店了。来，我们到了，就是这种 building 了。请大家问个好冇啊？我叫Joanne，我真名系流水坊啦，以前行街大嘅，以前系真系好多唐人噶啦，依家就啲老人家走晒啦，北沙都唔见晒啲老人家啦，变动好多啦。长街以前好热闹，真真正正有个唐人街，而家成条长街住嘅，多数都系啲外劳。你會唔會覺得好鬆鬆鬆身？社會喺度變啊，人喺度變，人係會老化噶。後生一託係冇咩中意嚟慈祥街噶，接受咯。我冇咩講啊，傷心唔傷心 ？OK， 等先啊。我發覺你太好笑啦，你入去問佢啊，用廣東話問下。你有嘢做咩？我冇嘢做。我要拔剪刀。咩？剪刀。用拱尾，打拱尾。点用咧？有咩？就按觉得慈祥街对你来说系咩谂法？真系有好多怀念嘅地方。以前嗬，我细个嘅时候啊，慈祥街好热闹。讲起慈祥街，真系过年过节嗰啲日子太。好有呢個文化啊！嗰啲武士真係初一冇到十五嘅，講真嗰啲炮仗啊，以前啲炮仗啊，嗰啲茶樓啊，真係唔係吊一條，係吊好緊要多條噶，成條街都紅曬嘅啲炮仗，真係好緊要。因為以前長街係中心嚟嘅。所有嗰啲人買嘢啊、衫啊、鞋啊、襪啊、手袋啊，都係嚟慈祥街。以前咧係未有 complex 噶嘛，未有咩金馬啊、不丹啊嗰啲嘅。慈祥街一欄係蘇媽寶店啊、鞋店啊、bag 手袋啊咩嘢，咁樣啲人過年一定係響慈祥街買噶啦。林主任，你有冇想過你要搬出慈祥街？其實係冇咁嘅打算啊。当初你怎么会想到你想要做裁缝？是因为家里的家里穷我有一个舅舅是做服装的，做女装的，然后他是也是很出名一下的。13岁的时候，我妈妈生病了，我就说不要读了，就去出来要做工。妈妈讲哪里都不可以去，只要学这个跟我舅舅学，我就是进去跟他学。做那个衣服了，就是这样。我也看到人家很想哭，因为我觉得，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很幸福，因为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自己要做什么东西。我觉得上一代，像我父母他们的年代的话，很多人其实小学他们就没有读书了，他们有可能不是不想要读书，而是家庭的环境造成的。就你会不会觉得以前人的教育啦，他们都是用严厉，是啊，压力。让你做得更好。现在的教育法是用鼓励化的，所以你喜欢财富。我都不懂是喜欢不喜欢，就是那个好像命令这样。
又妈妈讲一定要做这个，其他的你不可以出去。那时候还小，十多岁，啊，没办法了，就跟我舅舅做了。我做的时候，我那舅舅是很凶，我还没有进去的时候，我姐姐已经在那边做，然后我的姐姐哈，每天都给他骂，每天都骂得狠狠的，很凶的。我就怕他骂我，我就每一次做都要做得好好的，没有机会给他骂我。我每日啊，嗬，真系冇休息噶，假期乜都要做啊，冇自己嘅时间，礼拜都要做噶，咁样人工好少嘅啫，都系30蚊嘅啫，啊，好少啊，做咗几年都系。几十蚊嘅啫，讲30蚊，你系讲30蚊一个月定一日？30蚊一个月啊 ！What？ 以前嘅30蚊同而家嘅30蚊有咩分别啊？喂，一谷钱一个豆腐咯。那你做了几年？从以前到现在，一开始做衣服，我看有50多年咧。80年这里是礼服店啊，那个很厉害，一天有几十对新娘的。我在这里已经42年。今天听了 Joanne 很多很多的故事，也激发了很多东西，跟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跟年轻人 sharing 的，那就是我们这一代。那 Joanne， 毕竟你在裁缝行业也是有真的好几个时代了，有什么话想对年轻人说呢？其实呢，做衫哦是可以发展的，是有发展的空间的，即是说啲 tailor 越嚟越少啦，而家少到好少啦，可以收人工，可以收貴啲嘅。咁如果你有咁個手藝嘅話，你可以又做得好嘅話，呢樣嘢仲可以做嘅。你有冇打算揾傳人啊？我都希望揾到人傳人啦。頭先而家後生嘅人都冇邊個有興趣學。如果有興趣可以揾我嘅。就是今天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想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中西合并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所以就拿了阿Vivian的牌子 ABC 来给我们的Joanne大师搞一搞，想要结合现在传统的一些传统的工艺，把它刺在这一间屋地，把它改到帅到标标。这是我一开始想的东西啦，几个颜色这样抽一下哈，我谂好简单啦，Joanne头晕啦。呢啲咁搞要搞几耐啊？其实手工好慢，好食时间系咪？系啦，时间啦，你一粒粒去掟。边个嘅错？你哋嘅错，你哋嘅错，你哋嘅错。哇！你最喜欢的金光闪闪咧？哇，都猪猪诶！砌咗几耐啊？应该要成日啦，时间啦，一个字应该要有三四个钟，因为你有变色马路路变嗰啲，由深到浅，由浅又到深咁。每一针都系一个片一个珠，一个片一个珠嘅。哦，哇！嗰日我睇到净系得片哦，我冇睇到珠。你眼唔够。系我眼花。哇！辛苦晒，辛苦晒，好靓好靓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 Joanne 把我的衣服弄得那么美。Joanne， 因为我也是觉得你的衣服都很漂亮，不如我们就真正来做一个文化的交流。你穿我品牌的衣，我穿你的衣，我们来一个变装。你有冇着过 hoodie 啊？应该没有。好，Let's go。